一参加完婚礼呀、啊、就想结婚。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？啊，参加完婚宴想结婚，你要参加完满月宴咋的？你还想吃奶呀、啊？你给我上一边去，我真病了。哎哎哎，我跟你分享个好事，你病就好了。哎、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。不关心，我病了。还有五百块钱奖金呢，跟我没关系，我病了。这五百都请你吃饭。我病好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是这个样，你知道吗？小脸儿 啊，你一说请我吃饭呢，我就感觉我这气血一下子打通了。这是、我跟你说，吃饭呢，这个不白吃啊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叫你来？因为你能张罗，啊、你能咋呼。今天咱请了非常重要的人，知道谁吗？谁呀、啊？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，好事啊，好事是不是？啊、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，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，咱也尝一尝。行行行行，我不管别的啊啊，让我吃就行。小脸啊，你找我算对了啊。啥意思啊？你带我不白带。啥意思啊？我肯定给你吃回来。你们一会儿走吧，别忘了帮我忙活啊！必须的，帮我忙活起来啊！快快快！欢迎光临，随挑选，如果浪费，罚款十倍。刚好走错了，这是练歌房吗？这是？哎，别，不是，我们这一套啊，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本店的服务员，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。请问这边几位呀？哎呀，我们七位。七位，好嘞，请跟我这边来。啥唱戏的你看看。哎呀，这大桌够用啊。这样的啊啊，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，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啊，本店28元一位，限时2个小时，随便吃，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。哎呀，知道，我们懂，我们经常吃。好嘞，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。放心，保证愉快。还对唱了呢。小脸、嗯、是自助不？对呀、啊、那还等啥呢，拿呀。这是啊，吃啊！你自己能吃到这些？看维修师傅的吗？你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，你能知道吗？你这全给端上来了。我不挑食，你这不挑食，我看我挑错人了。限时2个小时，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抓紧吃吧。咋还告诉一遍呢？我们知道。又不光俺俩，还有别人呢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整、哎？你电话是不是响了？你震动，你震动，哎，你这白响了，咋别连声了呢？你拍的呗。你这玩意真神奇，这玩意儿。哎，哎，哈哈，哦，好嘞。那谁，服务员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过来，咱们聊会天儿。哎，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了呢？28元一位，怎么了？对对对，28一位，我们两位，然后，哎，我俩给你60，完你让我走行不行？那个，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就他吃那盘你放心，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进去。但是呢，其他的那些就是。我怎么拿的？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？你看，你要是这么说吧，行啊，我才想过来。那你要是早跟我这么讲，我就理解了嘛。哎，善解人意，你知道吗？这就叫善解人意。人长得漂亮，它是有道理的，你知道吗？直接报警吧。哎呀，报什么警啊？别报警啊！不是我。
我这么一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啥意思？你自己看看啊。啊，你看你们俩拿了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不霍霍人吗？你俩是不浪费呀？你俩是浪啊！进门的时候，我跟你们说没说过本店的规矩？我给你们唱没唱？唱没唱？欢迎光临。哎呀，李挑选。对，如果浪费，罚款10杯。哇，精彩！关键现在我是听不进去你唱歌，你看还在这炫呢，啊？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啊？串串香。我把它穿起来，吃起来方便。串串香，你尝尝。我这过来，啥呀？我一天我跟你上不起那火，你咋回事？你说你整这些完了吧？出事了，冒失了，出啥事了？人家工人不来了，咋不来了呢？人家今天要加班，连夜把咱的管道给修好，所以说就不来了。不来，咱俩整气受不了啊！那你被谁呢？谁拉的呀？你呀，一天天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的，咱俩是吃不了。那啥，老妹儿，你吃没？咱仨一块儿啊。别说，我还真没吃。啊，看这些东西吧，我都央食了。你看，给人整哕了，你都。饭菜我不说了，这啥意思啊？咔咔的都给摆完，还给拧开了。你咋那么欠呢？你摆这么多干啥呀？不是。还白七瓶，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？我就拿了七瓶，七的素质不吉利吗？你看啊，七上八下，对不对？七星高照，七彩祥云，这七瓶矿泉水像不像七个仙女下凡？你想的有点不一，你要这么想呢，你说七个小矮人和江南七怪走在崎岖的道路上，碰见了七扭八歪的你，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，其实你啥也不是啊。那说那干啥呀？说那个你啥嘛？我说那干啥呀？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？啊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听啥呀？那个那啥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点不在听你这个解释，你没有用。你请客，你把这都打上得了。谁打死我？你打的，你咋不打的？不，你请我吗？你要是一天天，我跟你说，给我整那没有用。过来，整那些水干啥呀？你能喝了啊？好喝好喝，你开七瓶，俩人咋喝七瓶啊？回来了。你想跑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溜达一会。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呀？记着。欢迎光临，浪费可耻，吃不了了，10杯罚款。你看，都记着呢。放的啥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我再重申一遍啊。我们店是有规定的，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，水喝不完，是要浪费，罚款10倍。要不这样吧，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，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？你听见了吧？这个不是我说的，这可邻居们说的，让你们喝完了再吃。快喝呀。瞅啥喝吧。王小倩，我跟你说，我遇见你算遇着一劫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邻居们给他们鼓鼓掌，加个油行吗？不许浪费啊！不许留下来，都得喝进去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第二瓶，加油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加油！快喝吧，啥也别说了，赶紧的，5、4、3、2、1，喝，干杯。来，不行，这哎妈呀，这还有3，到这儿了又淹死了，快点，不行了，到这儿了。那美女服务员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实在不行了，这么喝下去，我跟你说，我怕他仨挑理。咋的呢？对，你想啊，哎，一人2瓶完事了啊。现在俩人喝3瓶，这3瓶你说这，你说喝谁？俺俩没法分，不是怕挑理呀？我没事，我给你俩分啊。哎呀，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，中奖了，又得1瓶。
现在一共四瓶，够你俩分了，来吧。我去拿去啊。哎，等，哎呀，过来。哎呀妈呀，不是，你干啥了？咋的？我错了，我这么跟你说啊，今天呢，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，你这么的，罚款我认交，我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，你先收着啊。饭呢，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，但是都没动。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，就当我请客了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俩深刻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。你这么的，500块钱给你，然后你让我们走吧，行不行？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。小脸儿，你也是的，你请维修师傅吃饭，把这事整准了我，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？等，维修师傅，维修师傅啊，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回事儿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，得了500块钱奖金、啊，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那修那个供暖管道，人家可辛苦了。我这寻思拿着钱呢，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，结果今天不来了，然后打了这么多菜。对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你要早告诉我，不就早就理解了吗？早点说也不行啊，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呀、啊。浪费啊！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。啊？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，他们很辛苦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的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，谢谢你。因为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小脸，这样。这500块钱还给你，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，这不一直没时间，然后今天他又不在，那我就自己做主，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。对，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？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？能行吗？快点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想喝水是吗？不，快点走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们端端去吧！人不赖，善良，你看这玩意儿。